还有背头几个。哎，扭屁屁呢？扭屁屁呢？扭屁屁！你要怎么扭啊？怎么扭？扭！扭屁屁！哎，咦，扭屁屁！哎，扭屁屁呢？录像呢？走。欢迎你们，请亮灯。视觉上就是感觉到有点不一样。我没看错的话，至少有四个女孩穿的是韩国的传统服饰。来，我们韩国专场来自韩国的女孩，简短的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做个自我介绍。四号。好，龙好，我是张雨萱，我是韩国人。啊，我口音出来了。我现在就在上海，我的工作是自由化妆师。什么僵尸？自由化妆师。自由化妆师，我今天什么僵尸呢？我以前在电视上看《飞鸟》的时候，是我心里苦苦的想要参加，没想到我到我的命，那能卡几个嘞？我觉得《如来天真无脑》这个节目，不仅有可能收获一份爱情，或者汉语水平，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。我是主要写作，所以我已经在韩国出了两本有关于中国的书。啊，我来到这边呢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我想，我还是做鬼脸，冲爸爸做鬼脸，耶、yeah。